姥姥，你做什么呀？怎么用面粉洗？面粉越洗越白呀，用猪肚给你做个好吃的。你得了吧，这东西怎么能吃呀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让你长长见识。姥姥，这鸡怎么还缝在里面啊？它不闷得慌吗？就你瞎操心，这样吃才有营养啊。姥姥，你弄这么多盐不咸吗？这样做才香啦。哇塞，姥姥，这闻着好香啊。香吧，喜欢的给姥姥点个小爱心啊。姥姥，这汤甜甜的好好喝呀。有营养吧。姥姥，我还要一碗。